我们特别挑了晚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 C Class 是不是真的是小 S 呢？在 C 上面其实有64种颜色可以做变化，有单色跟彩色，所以夜晚的这个氛围灯啊，我觉得跟大 S 来比的话呢，因为 S Class 它毕竟是比较旗舰的房车嘛，所以呢它会有一些动态的这种流水。那在 C 上面呢，其实它在板件上面的一些氛围灯可能会比较少一些些，然后比较特别的是空调里面它也暗暗的有一些灯光，那这个灯光它不会太刺眼，开车的氛围是很好的。在这个11.9寸的大荧幕，它已经偏向属于正方形，那有一点像 S Class，S Class 是12.8寸。那这个荧幕的下方呢，下面有一些快捷键，车辆设定这个车进去之后呢，它有很多的这个选项。那比如说抬头显示器，你按下去，它只是一个开跟关的快捷。但是如果你要设定调整高低啦，或者是说它的明亮的程度啦，就要从方向盘左手边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像加一样的，你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画面。那从这个画面再往上，然后往右边滑，它就有一个设定。而且这个抬头显示器它是要选配的，建议大家真的可以给它选起来，因为它比之前的 C 还要大2.5倍。另外在360的环境也有快捷键，它其实还可以拉哎，你看。有没有这两个门啊，红红的，因为我们的门是打开的啊。我们这正后方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是摄影箱。哦，摄影箱哦，哎，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哎。那你也可以不用拖的，你可以用这样子，这边有左右两边，然后还有前面跟后面，有没有后面摄影箱？然后 auto 的模式也是可以的。那如果说现在你是往前行的时候呢，它的角度是从后面这样子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要是要扒骨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呈现鸟瞰的方式，让你看到就是整个车子的状况。前方的12.3寸的这个数位仪表啊，你可以调整你喜欢的仪表的形式。那时候我们在试 S Class 的时候，因为它有一个 3D 裸眼的效果，可是因为这个不是 S Class， 所以它也没有 3D 裸眼的系统。我觉得这个节能模式可以特别讲一下，它有一个圆圆的球，比如说你开车的技术很不错，节能性很高的时候，它圆圆球会整个都是绿色的，在红色的时候就表示比较耗油。你好，宾士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我想去上厕所。我找到了这些结果，你想要开车去哪里？第一个，我正在计算路径。好酷哦！好，我们现在啊跟大家说，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啊，你可能看到前方的那个抬头显示器非常明显，而且呢当你用上了原厂导航的时候，它的面积真的很大，不输 S Class， 真的。然后还有啊，如果说你把它切换到了这个驾驶辅助的模式的仪表板啊，你会发现哦，前面的这一台车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车，银色的，然后它会侦测到前方就是有一台车停在那里，而且呢你现在车子什么样状态，它完全都可以显现在这个小车上面。比如说我现在打左边的方向灯，它的盲点也会亮哦。那如果我现在打警示灯，它就是一样，就双警示灯它也都亮了。然后如果说盲点侦测有侦测到旁边有车，然后我又要切过去的时候，它还会有一大片像扇子形状红色的警示你不能过去，这真的很厉害耶。好，你看现在前面啊可以测到三个车道，然后啊你会发现尤其在塞车的时候，哦，前方好忙碌哦，而且呢每一台车啊基本上都很立体，然后它即使连那个摩托车啊，我觉得它画的这个动画质感啊，说真的跟 BMW 比的话，我好像比较喜欢这个。好，我们到山路，尤其是在没有灯光的情况底下帮大家测试，因为它这次有选配了这个数位的头灯，它有一些多光束的功能。比如说现在在山路上面，好，我们模拟就是前面有一台车，那它的远光灯就会自动来做切换，但是前提之下你必须要把你的灯设定在 auto 的模式底下。那如果说它有启动的话，它会亮是蓝色的灯，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哦，前面那台车的车尾是暗的，
可是我旁边的山路都是亮的，而且他们这一次说，因为它的整个数位头灯，它的像素已经到130万像素，所以呢，它的遮蔽的密集度会更好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哦，大家有看到上面它有一个小人的标志，现在山路边啊有一个人，然后他可能滑手机，可是你有可能会撞到他的危险，那这台车呢，它就会用灯一直去闪那个路人，提醒他，哎，你要注意，你不要滑手机咯，我可能会撞到你咯。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它的安全性上是还蛮好的。我们常常会在高尔夫球的练习场看到很多 C Class 的车主，那帮大家测试一下，如果说呢你换成新的 C 之后呢，是不是高尔夫球主可以放进去呢？好，放进去。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没有放那个高尔夫球杆，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有测过，如果用两个的话基本上是放不太下的，因为我们虽然看似它的空间很大，有455公升，但是呢如果说不要放长型的，像这种高尔夫球具的话，你大概紧绷就是只能放一组。可是啊，其实它行李箱的空间啊变化还蛮多的哦。我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啊，刚我同事发现可以这样吊着，你就不用用一只手在那边撑，然后要在那边整理东西。所以里面呢还有一个很深的小地窖，然后它还有附一个这个整理箱。哎，我从来没用过这个，这是怎么用啊？然后这边呢有两个挂钩，然后另外一边呢它还有一个网格状的一些收纳的地方。以及我要特别讲，现在哦它就有一个电动的这个释放钮，你把它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自动的释放第二排的椅背，这边也有一个，所以你可以两个人去打高尔夫球，哎，而且还绰绰有余。你看我们这样把它放进去，那前面就坐两个人啦，就是男女朋友啦，或者是夫妻两个就一起去打高尔夫球。然后再帮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哦，其实它本来是有附那个体感的电动尾门的，现在没有这个体感，是因为呢晶片的关系。那晶片会影响到，如果说选 C 的朋友，除了足梯式，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Burmaster， 比如说180或者是200，它没有标准配备15支的 Burmaster 的话，是不能够做选配的。很多家庭啊，老公会买给老婆的娃娃车就是 C Class。你会发现，像我周围起码就有4个女生，她们是拥有 C Class 的。那后面的空间呢？因为这一次呢，其实加大的蛮多的。那我们就用两个儿童气座来帮大家示范。那这个就是比较小的小孩，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小孩。那妈妈呢，可能真的要有我这种身材，才有办法坐在后面。而且其实第二中间的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点的。的确啦，这样看宝宝的话，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些些。但一个要比较小，一个比较大，就是你不能两个都是这么大的。那这样妈妈你根本就坐在后面是活受罪，根本就不行了。但平常大家不可能会这样做的，你可能就生一个小孩，已经我觉得是蛮紧绷的。所以开 C Class 可以生两个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好，你看这样子的，但是前提就是你生完之后赶快瘦身。我觉得它其实后座的质感也非常的不错，可是我们要挑一些小细节的话，这里只有这个地方，基本上你不太会去摸这里。你摸到这里，还有摸到这个地方啦，还有这个扶手的地方啊，其实都是属于这个皮质的包覆。连后座的地方它都有悬浮式的把手，也是跟前面是一样的。这台车它有选配了后面的这个恒温空调，等于变成是4驱的恒温空调。前面有一个天窗，它算是标准配备，但你要到全景天窗的话，你还要再花上4万元。我觉得可以选哎，如果你常常后座要载人，还有这个就是多了2驱的恒温空调，我觉得它让你的质感看起来更好。然后再来是这个中央扶手，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。当你按下去第一个的时候，它只有凸出来一小块，这一小块干嘛的呢？你可以放手机啊，但是我的手机的手机壳太厚了，塞不进去。那我准备另外一个。这一只手机，因为我是13 Pro Max 嘛，所以比较大。那如果你把它的外面的保护壳
脱掉的话呢，你可以这样放着。哎，这样很不错，我觉得手机起码有自己的家。然后如果你再按一次，它就出来了，可以放两杯饮料。然后座椅我觉得很舒服，头顶呢，它因为它可能造型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女孩子坐在后座的话，头顶只剩下一个拳头多一点点，一个指头吧。哦，没有，两个指头。可是我觉得坐中间比较辛苦的是，因为它中间的这个果岭非常非常的凸。我的膝部空间其实也非常，前面是我的驾驶坐姿哦，应该是三个啦，三个再多一些指头，哇，很大哦。把它当 E-class 来用。是，它已经是可以媲美 E-class。C 跟 E 比较大的差别是在于后行李箱的空间，所以如果你是很多东西你在意行李箱空间，而且你又想要买房车的话，我是觉得买 E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还好，反正平常你一个人、两个人在用，然后顶多就是载娃娃的话，我觉得 C class 就够了。改的 C 呢，在智能辅助驾驶的部分，现在配上了大家知道的，就是 23P Intelligent Drive 的 5.0。 那目前用到 5.0 的版本的话，只有 S 跟 C Class， 所以呢，伴奏辅助驾驶的能力上面，其实跟 S Class 是一模一样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在车道维持的部分呢、它比以前还要强。像冠仪这几天开下来，发现有一些比较蜿蜒的道路，它竟然都弯得过去。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弯道的时候呢，你真的要特别的注意，虽然它有辅助你，可是它只是辅助而已。好，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在这个定速定距跟车的时候呢，它进步最大的就是它不会有这种突兀的加速感啊，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刹车感，它会慢慢的加速，让你是属于舒适的加速。是 Distronic 这个系统，比如说前面的车是停止的状态，它车速是零，之前的系统呢是60以内呢，它可以做属于舒适型的降速，就是慢慢，它不会突然之间踩刹车。但是现在 5.0 已经进步到了可以时速100，也就是说前车是停止的，那我现在时速是100的状况底下，它会慢慢缓慢的把它降速，会让你觉得是舒适的。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其他的车子的 Level 2半自动辅助驾驶还做不到这样子的状况，我觉得这个细节的部分它又再精进了一些。那它车道偏离的修正，就是以前呢它可能是用单边夹刹车的方式，就感觉有人这样拽了你一下，你会比较不舒服。但是这一次呢，它是采用用这个方向盘的方式帮你做车道的修正回来。如果你想要比较强硬的，或者是你比较喜欢舒适的，你都可以从这个 MBUX 里面去做一个调整。但是呢，在盲点的部分呢、它还是维持着就是用夹刹车的方式。那它旁边其实它有告诉你说，你现在啊在道路上面它的速限标志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的车到现在还没有，怎么讲？哦，好漂亮哦！你看它框告诉你说前面的车是距离差不多25公尺、50公尺，然后100公尺，那你就可以自己调。然后大家有看到吗？我觉得这个很像在打电动，就是它有跟到前车，它就会把前车框起来。它连 Autobike 摩托车它也会耶，然后它框起来的就是小小的摩托车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进步哦，就是在方向盘的部分，像以前啊，就是比如说你手可能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，然后它就会警示你，你可能就是要方向盘要这样左右这样晃动一下。可是现在它已经是电容式的方向盘，就是手轻轻的放着，放回去就好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哎。C300 外观真的好帅，因为它是 AMG Line 的造型嘛。可是呢，它在这个外形上面，其实也有加选了，包括它这个车色的部分，它是消光灰的颜色，6万多块钱。像冠宇的车啊，现在是有贴膜，我整车贴起来好像要8万多块吧。所以这个6万多，我觉得可以选起来耶。还有呢，胎圈的部分，它有选择了青铝合金的样式，而且是多辐式的。然后还有呢，加大打孔的前碟，以及呢 Mercedes 的字样的这个卡钳。还有一个部分呢，我觉得如果你有预算够的话，也可以选起来，就是夜色套件。
除了前后保杆的部分有这个黑色的高光泽的饰条之外呢，还有旁边你看到后视镜啦，甚至于它在窗框的部分呢，也是这个黑色的高光泽的饰条。好，在车内呢，标准配备的话，它一样都是运动型的跑车化的座椅。这台车我们试的呢，它是加选了真皮的座椅，所以其实它的触感是会比较好一点的。如果我个人要再加钱的话，我应该就还是用混合的那个座椅就好了。因为我没有个人没有非常要求说一定要真皮的，但是呢，在座椅上面呢、它有加选了一个加热的功能。我觉得这个不要选加热，因为如果女孩子怕冷的话，就开暖气就好了。比较主要的应该是要通风，夏天真的很热。如果你又是坐真皮的座椅的话，应该要有通风仪，这个我觉得是建议大家要选的。还有一个东西呢，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必要。门槛上面有没有发亮啊？我觉得还好吧，如果他送的话可以接受。还有一个呢，是大家看不到的，就是防盗系统，它有另外再加选上去。座椅啊，有一个蛮特别的功能哦，自动座椅的定位，然后你依照个人的身高啊来做调整。那因为我168，我刚刚已经调好了，那它用这样滑轨的方式，好，开始定位，有没有看到？方向盘移动，然后身体就开始往前，这样就好了吗？你现在位置是正常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啊、所以没有这样躺着。你看，你看我手的那个，这不是我们觉得正确的驾驶坐姿，他觉得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是我觉得是因为老外的身形。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做一下调整，只是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。要是我的话，应该是我会再坐的比较挺一点点。对啊，这样子比较是我的驾驶坐姿。还有哦，它的方向盘是那个电动的耶，而且它的方向盘啊 ，C300上面才有这个双乐式，它变得也比以前还要肥厚，你会很有感觉的。那后面有两个小小的换挡拨片啊、然后再往下看这边的配置。通常如果说没有放什么东西，你可以把它关起来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它只有关一半？它不是瑕疵哦，因为我在里面塞了一只手机。那我的手机是因为是13的 Pro Max， 是最大的手机，所以呢，它会卡住哈。所以平常你放在这边，就千万不要用力给它关上，有可能会卡住哦。啊，然后还有。这个无线充电板跟我们上次试那个 S Class 其实有点像，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垫高的东西。现在我用的手机是6.7寸，可是你看哦，这样子放在这个软垫上面是刚刚好的，但是你放进去之后呢，6.7寸是不能够充电的。我现在把它放进去，不能充电哦。它最大支援可以支援6寸的手机，那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13 Pro Max 的话，就悲剧了，你不能开 C Class。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啦，因为它现在这边也有那个充电孔啊，好，你就接线就好了。然后手套箱里面也有2个充电孔，基本上我周围朋友有 QI 无线充电都没在用，直接都插线。会比较快一点点啊，还另外一个哈，这个置杯架呢，它可以帮你做夹紧，比较小的饮料就可以卡住。可是哦，你现在如果说像我一样放这样子的饮料，大家都知道我每次试车因为带这两瓶，我现在因为这只手机很大，我要放进去，非常的不好放，所以这边你拿掉之后是比较好放的。那因为这一次呢，新的 C Class 啊，其实它整个车内的静音工程是完全提升了非常多，包括隔音的工程啦、用料啊这些等等，就已经在出厂之前它已经先做好，它不是事后再做一些隔音的工程，所以你即使没有用双层的玻璃啊，你都感觉车内非常的安静。以前在旧 C 的时候，它只有标准配备了13支的这个 Burmaster， 可是现在呢，已经配置了15支。的 Burmaster， 除了前面2支的重低音，以及呢在 C 柱那边的这个环绕音效，这4支是属于这个 C 专属的之外呢，其他的11支都跟 W223， 也就是 S Class 一模一样。好，准备了一瓶水，我们来测试给大家看看。如果说你是 ISG 的话，它有什么样子的好处？引擎给它发动下去。没有感觉，一点动都没有。
对啊，它的好处就在这里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啊，会让你的行进的行路质感会变得更好。所以你的怠速熄火的功能，你绝对不会关掉。我觉得 BSG 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，而且 ISG 的成本比较高。通常会用到 ISG 啊，通常就是像宾士的 E Class 或者是 S Class， 可是 E 跟 S 的 ISG 啊，跟现在的 C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呢，怠速熄火的时候 ，Linky 呗 ，Link 就是冷气不会冷，它还是用传统的压缩机的方式。那因为有 48V 的注意之下呢，所以它的节能性的表现会更好。如果你在这个低速的时候，比如20公里以下在滑行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熄火滑行。然后如果你是在时速40公里到160公里之间，当引擎在低负载的状况底下，还有你在 Eco 的模式底下的时候，它觉得说前面是安全的，它一样可以做熄火滑行，而且还蛮常出现的。现在我用雨刷，有没有看到雨刷？嘟嘟嘟，它会跳动。有人说这个是宾士的什么通病 ，C 的通病。可是我倒不是这么的认为，因为我问了原厂，他们说你就是用那个雨刷水这样子，它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跳动。还有另外一个彻底的解决方式就是，宾士虽然它是用软骨的雨刷，可是它的软骨会比较硬一些些，大家可以去外厂直接换成那个骨头比较软、软骨的那种雨刷，其实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这次呢，在这个 Intelligent Drive 5.0 上面，它多了一个功能，也就是体感的提示功能。什么叫体感提示功能呢？前方有撞击的危险的时候，它会在 AEB 启动之前，以往呢，它会先预缩安全带。那预缩安全带，它是会紧紧的把你，可能把它系在这你的位置上面。可是现在呢，在预缩之前，它有一个超前部署，也就是呢，它会做点放来提醒你，你要注意一下前面哦，有状况这样子。好，就有点像是在这样，嗨，一直在点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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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提速。那前面有一个气球车，稍微快一点点。哦，有。哦，有，它自己刹，你看，它真的有，好快哦，它的速度很快速哎，而且是真的很细腻的，点点点点点这样，对，肩膀不是不舒服的哦，它是真的有点像在拍你肩膀这样子，只是说它是拍到这个地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拍你的感觉，而且啊，它更厉害的是啊。之前我们测试过的一些车辆，就是当它 AEB 启动的时候啊，就是大概两三秒之后，它的刹车就会松开。可是我刚才测试，它一旦帮你刹车之后，它就永远对你不离不弃。意思就是，它的 Auto Hold 自己启动，它也不会再往前滑行，全新的 C 呢，在这个悬吊的结构上面维持跟上一代一样，是前四后五的这个多连杆的设定。可是它所有的连杆都是全新的料号，再加上悬吊跟副车架中间的衬套，还有它的轴承的部分，也都用上了 S Class 的等级的这种衬套。所以呢，底盘调教的部分啊，就会比较偏向 E Class 或者是 S Class 这样子的一个沉稳。可是呢，因为这台车它配上的是19寸的胎圈，加上它的扁平比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它在路面的路感回馈哦，会比较鲜明一点点。可是因为呢，经过了一些比较特别调教之后啊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就会比较 Q 一点点，然后过滤掉没有必要恼人的一些碎震，然后它没有像一般有一些比较运动化的车款哦，就是很硬，非常硬，还有硬，就是有人是这样说。我个人是会觉得，如果你真的要纯粹舒适，我就会选180或者是200。可是如果你要有一点点热血的感觉，那我觉得你应该要选择的是300。冠一个人比较喜欢300的路感回馈。之前在前轮距的部分是比较宽，后轮距的部分是比较窄的。
可是现在 W206 的 C-Class 的话呢，它把前轮距的部分弄得比较窄，后轮距的部分就是加宽。那因为这样子的设定，其实是很多的传统的后驱车，比如说像 CLS 啦，或者是 GT4DO， 它们都是这样子的设定。那它会让你的转向会比较自然一些，再加上呢，就是它的引擎都是四缸的引擎，即使你到63都是四缸，所以呢，现在引擎都同一个形式的话，就不需要做到这么宽。如果说你在全脚油门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 over boost， 多了27匹的马力。那当然在这套系统下面呢、啊、你会发现说，就是你加油门的这个感觉，它会比较重脚一点点，它就比较像是 S-Class 那样子的感觉。那其实他们觉得说，之前一代是比较像日本车，可是他们觉得这一代应该要再回归就像欧洲车一样的驾驭感受。但是刹车的部分啊，它又必须你要多踩一些，好像前一段是有一点比较空的，然后后面要再多踩一点点，所以你这个刹车的掌控的部分啊，需要花一点时间。目前呢206的接单状况啊，他们已经超过700台以上，现在是还蛮欠车的。那订单的比例大部分都是200还有300上面。那要怎么样选呢？我个人的建议啦，是如果这台车是你家里带小朋友的娃娃车，然后或者是给老婆开的，平常真的就是带小孩的状况，或者是去 shopping 的话，我建议200。因为它就会比较舒适一些。可是如果你想要运动多一些，其实这台 C300 啊，开起来我觉得不是偏向舒适的，它还是很运动化的设定。可是它的运动化设定真的跟 BMW 啦，或者是奥迪比起来，就完全我觉得是不同，走不同的路线，因为他们也想要走出自己的风格。像冠仪就一定会选 C300， 因为我就是不要舒适太多。好，所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哇，实在太舒服了！冠仪真的是第一次来到有北垦丁之称的芙蓉饭店，因为其实如果你住在这个北部的朋友啊，可能每个人几乎都来过这里，这周边有好多什么沙雕季，还有什么海洋音乐季啊，然后一堆有的没有东西可以玩，而且呢，你还可以定向现在我躺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独栋的别墅哦，这大概可以住8个人吧，好酷哦。然后啊，如果说你开着一台非常好的车，你又很喜欢的车，然后就停在那个停车场的地方，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爱车。然后尤其是我们沿路从这个台北开过来的时候，沿路有很多蜿蜒的道路，然后又可以看到海。那开一台好车来这里小小的度假一下，真的是相当不错哦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呼